我爱我家。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在今天我们在2023年和于希燕于老师带给大家拾花弄草第一次的播出，欢迎我们的朋友们一块共度，一块共同努力，让前庭后院都可以花团锦簇啊！欢迎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和于希燕于老师以及我们一块共度。于老师你好。您好，大家好。哎，要先跟于老师我们要先拜个年，我们马上要过新年了，要这个农历新年要到了，先祝于老师新的一年身体健康，然后如意吉祥。谢谢谢谢，同样也谢谢于老师。哎，于老师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现在的话我们最近啊这个一月份我们的天气也是一样起伏上上下下的。上一次在看哈，我们不是才一次圣诞节的时候冷的个冻的个半死，该死的大概都死了，这些的花草树木。好像玫瑰，有一些玫瑰好像也活不下来了，也没有过冬，没过过去。所以我们想看一下于老师啊，这请你能不能谈一下现在我们怎么样子来断定这一个种在那里的树啊或者花它还有生机，我们还要再多耐心要等一等，还是现在就已经因为市面上现在都已经出来了玫瑰花啦，还有这一些草花都已经出来了，要 replace 的话是否可以展开了，但是会不会为时过早，我们又太急了，请于老师分析一下吧。玫瑰其实就是因为只是叶子给冻伤或冻死了，本身玫瑰应该不会冻死的嘛。OK， 所以很多人只是看了叶子，因为叶子很多东西植物的话，就像我们讲的落叶植物的话都是叶子会冻死，那并不是很多人就急了，有时就死掉了，没有这回事。所以其他的植物的话要看，对不对？当然是很多是不能够过冬的，它一定，比如说是我们讲的这种秋海棠啦、这宫蝶啦这些东西，它当时就死掉了。但我觉得，假如现在今天天气还并不是很热，就是还没有转过来。很多人心急，就比如说是很多人要去买这个玫瑰来补种它，当然就是看了，那现在都是裸根的玫瑰吧，现在今年你可以看明显的都涨了几块钱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这个 inflation， 像我前几天跑去沃尔玛去看，都是现在差不多10块钱左右，以前前一年的话，去年好像就8块8、9块，所以这一看就是涨了。对，涨。那现在就是，对对对，现在我个人讲，我因为我的住的地方跟大部分的华人住的地方不太一样，所以我去沃尔玛的话，这个货物还是蛮多的，品种也不少。但是华人多的地方，像你们休格兰的沃尔玛的话，那里就几乎可能都已经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如果真的要去再选一些玫瑰的话，就是一种我们讲的春天还没到的这种冲动，就是那你我个人来讲，因为 Houston 沃尔玛太多了，懂不懂？所以你这个其实就开车开到比较华人没有的地方，譬如说是像我们这个东北部这边的话，很多沃尔玛这边的话，住华人住的比较少。像我这个西北部的话，有部分的还有一些，但也是华人比较少，华人最多的就是西南部，对不对？所以你要去买的话，尽量你现在还可以去买裸根的话，就去选。当然要选到，很多人都不了解。第一个当初在讲了，我要香的啦，我要怎样的？于老师，你太知道了，这是大家这个是基本问题。叫第一个要开的大，然后要开的鲜艳，然后不容易生病，不容易招虫子。然后呢，再下来呢，当然，哎，有味道没有？是什么味道？香不香？浓不浓啊？
又好没有，像比如说，这不是他们其实做这商人已经知道了，他有，比如是在好前一年就应该有，前两三年 Costco 的话，他就有出来这个，就是说这样叫 fragrance， 就香有香味的这种玫瑰的了，嗯，对不对？那我个人呢，要这些最重要就是你选呢，啊，就选要选好的，不能讲我香的这个它那个长那个裸根的话，那个枝子并不是很粗壮的话，这种东西我就劝大家不要买那种。就是你至少我们学校里面现在它都当年很精，就是说它不会在上面写我的这个品级的，因为这应该玫瑰裸根玫瑰一定有品级的，比如说是我们叫 Triple A 啊，三个 A 的这种。嗯，现在你上面都没有印这个东西。其实三个的话，就是你的用我们的这个，等于至少像我们的这个铅笔，或者是我们的小指模的这个粗啊，至少要3到4根啊。那我们没有这个的话，当然有些品种是没有这个橡皮的自生根的这种玫瑰，就可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其他的这种，我们讲的其他的这玫瑰几乎都是这个样。但是你要选的话，要选到这个，就是它平均的。长相长出去，不要歪了一边，歪的很奇特的这种。但是当你去罗马的买，就其实都是grade 两个 A 或者是一个 A 的这种情况了。罗马的这种玫瑰，我因为那天我去看都是如此了，对，对不起，于老师，能再讲一下罗马的玫瑰什么叫两个 A 一个，这是怎么看的？一个品种就是看看的话，就是说你一个，因为你玫瑰不是每一个，这不是什么像比如工厂里面或者是蛋糕啦、饼干啦，是做出来一模一样，那每一个都不同嘛，对不对？嗯，因为是有生命的这种植物，所以你就要看它的一个长相，就是你要每一个包它是一个长的这种塑胶膜给它包起来的。你最主要看上面，对不对？上面你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粗细，你可以看出来嘛。粗细的话你用你的小指模这个我们小手指你去跟它比嘛。但很多都会有这个，但问题是你就要让它长得比较均匀，不能说是它长得一歪歪的，你种了地里的话，你看整个是一个歪的话，这个长相就不好嘛，对不对？OK， 这个我想大家要选的时候基本，但这个要选好。第二个，对，基本选好以后呢，就均匀以后呢，你这个上面就是你一定看，这它都是有那个喷蜡啊，所以这个蜡的话，这个所以但是他们都是在去年的差不多9月从田里面就挖起来了，然后再放了冰冻里面，然后再处理，然后包好。所以但是玫瑰算是一个很不像很多这种草花一样，它是还能够慢耐，但是问题就是说最好的你这个剪下来那个剪枝，它差不多不对，3、4枝的剪的地方，你最好它可能有稍微的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有枯黑的地方，那你这个地方就是太，就是不能够太多，有时候品种很好，但问题上面如果这罐你买的等于无形中很难种好，懂不懂？ Okay. 所以你一定要选一个东西就要花时间去选对。但是大概来讲的话，现在已经差不多，我个人来讲都已经，像我这边这家罗马的话也不少人买，因为10块钱实在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当然了，比较其他，你要到专门的那一个比较知名的，像 Enchanted Garden 啊这些地方去买，那玫瑰花都是30几块起跳的。那当然，这不一样吗？这同样东西，我以前人家我们 Houston 当达拉斯出来的一个叫 Neiman Marcus， 这最有名，有，对不对？对，我就想当他不卖植物的，就想做一个货，同一个的货物的话。它的里面的东西一样，但外面的它这个牌这个只要贴的不一样的话，这个价钱就不一样了嘛，就那么简单。换一个标签。但是但话说来，当时在某个角度来讲，还是它是它都是像我们大概来讲的，现在市面上最普通最常见的这个叫 Weeks 啊 Rose， 这个里面的话，你签它大概30多块钱。但是有人喜欢，就是觉得付这个价钱的话，他觉得这个品质会好一些了。是有保障吗？会比较有保障吗？保障的，就是我讲左讲右讲，就是 Home Depot 跟 Lowe's。
不是讲嘛，你马这个省圈的没有 ，OK？ 哦，我想说大家只有，所以我跟很多人讲啊，这是我们有时老中的想法，就是要去的话，这个这 Costco 也有啊 ，Costco 是 Costco 的，其实这个 replacement 更厉害。对不对？譬如说是我们讲的这 Home Depot， 就是一年你拿回去，嗯哼，你只要收据，连有时候连这个职务你都不要拿回去的话，他会，你可以，他会 reimburse 给你，你这样或者是同样东西里面，反正但是 Costco 也有 ，Costco 厉害的是他可能5年都给你回，这是很有名 ，Costco 这是。很多这个写出很多这种报告，他们是很不错，他们这个 return 的这个 policy 是最好的，就在我们这些大的目前里面，它是最好的一个的。OK， 好，所以就是关于在玫瑰，我想请教一下于老师，因为你到 Walmart 去看，我也去 Walmart 看，虽然还没有买，但是也会心痒，也会看到这些玫瑰，还有什么 Don Juan 啊，还有当晃，对不起啊，就是知识显然不够。然后呢，还有一个叫什么 Queen Elizabeth， 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啊，什么 Queen Elizabeth，然后当晃，还有一个好像是 Joseph's Coat 吧，我比较印象深刻是它好像是bicolor 两种红色跟橘色，还是黄色跟橘色 mixed。但是呢，我看他的那个说明，他都说我们种下去挖一个多深的洞，要他原来的他的那个根的一倍半到两倍的这个深跟宽，然后放下去。然后他说种好后要把上面的这个原来的枝子，他原来的那一个枝干，把它 trim 成一个椭圆形，像个圆盖子一样，像个有点椭圆的这样子。可是我看了一下它里面的那一些。玫瑰花啊，那个玫瑰的杆子啊，有一些都已经在冒芽了。就是说它，一 trim 的话，如果照它的那个图的 trim 法的话，那些所有几乎有一半的在冒芽的，就给啪啪啪剪掉了。所以我想请于老师来谈一下，这一个需要比照这种做法吗？还是已经冒芽的，我们就宝贝一点呢，别动它了。这其实都没有问题，因为。温度的问题嘛，主要是温度的问题，不是讲他们这些全部都放在，尤其如果是种的，我们种到外面的，现在就是这些芽也这些叶芽，我们都是叶芽了，就是都已经冻死了嘛，冻死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主要就是你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用它这个图片上的这个方法种，因为我们 Houston 的土壤是粘土。对，你这样种下去的话，一两年就差不多也又死掉了。这个这样子种下去的话，我们就排水不好，于老师讲淹死了，这死得快，死得快。对 对, 对，真的是如此。所以而且很多人，我就说讲嘛，一定要种在这个几乎是在土的上面啊，不仅是我们都觉得。玫瑰了，你看最重要的像杜鹃啦、茶花啦这些东西都要的，几乎都要。那所以美国人有一句话，就是在 Houston 就说你要花5块钱的土买5块钱的土种1块钱的植物，不要反过来。我们大家都是反过来了，对不对？不愿意花土，以为像你看的上面啊明明写，因为那是你知道这些公司这些玫瑰这些出产的公司，它是卖给全美国的了。对不对？所以他是一视同仁，他不是对，只是对我们，Houston。所以像譬如你到1000年的 Garden， 我也去过，他那个东西放到盆子里面很，所以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挖个洞，然后这样全部给它埋下去的话，包当它还是会长出来。我们这个园艺群里面就有人挖个洞，跟他一模一样，还跟我来 argue， 我就觉得我是来。啊我并不是什么，我只是说，因为我个人有经验，而且我是学园艺，我跟很多人讲这个，只是我愿意分享，就是说帮你把玫瑰种好的原因，对不对？不要说是这他问了半天挖了个洞，那你就不要来问我了。你不认为的话，那就照你自己种，或者照的图上这样讲，因为就是粘土杀死了多少植物了，对不对？嗯，像我刚刚开头1970几年，我刚刚自己开始做 landscape 的时候，我的植物也是就像照这样，我自己的生，我自己
又杀死了很多植物了，对不对？后来才发现，请教这些地头蛇都不懂事，人家美国就跟我讲，就是要用这种方法，因为至少1/3要种在这个我们讲的土上啊。OK。但是我个人讲，最好这个玫瑰的话，就是种的越高越好，所以这个要垫起来，垫起来最重要是你去买土，不管是啊，到去像譬如说是这个。沃尔玛啦，或者是 Home Depot 啦，你买那个土，你打开来看看，那个就是我们讲的 soil 啊，上面写的 soil 这个东西里面一打开来，几乎没有土，没有真正我们所讲的土，土壤的土壤，而是说它是用混合的这种，譬如是有机质啊，还有腐殖土这样的去混合起来，里面没有任何土，所以过一两年这个土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植物，这个材料会 decompose 掉，所以要时常要加。所以今天我们讲，你要种好玫瑰的话，这就是一个花钱的，非常花钱的一个花钱的工，花钱的兴趣吧。这个是一个花钱的兴趣，对对对，是非常。所以我就要大家现在一定要讲，对，我要种玫瑰。但所以这个玫瑰是全世界最一年可能要几十亿的这个。这个农产品，但是你看看每一年，你看的沃尔玛，你看每一年，今年马上差不多好好的这个玫瑰都已经被人家选掉了。你看，所以你看看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消费能力多强。当时，那就想到了，因为于老师你就晓得，我们爱玫瑰的，我想就像你的玫瑰群组一样，他们很喜欢玫瑰的爱好者，看到了冬天之后呢，这个玫瑰蔫蔫的要死不活的，能够再长回来的机会还不晓得自己的功力怎么样，有没有绿手指，长不回来怎么办呢？那现在既然市面上已经出来了，又健康，生意盎然，那赶快啊，就赶快先去收购一下嘛。是。那另外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就是大概这些旧的品种啊，新的品种比较开始慢慢出来，因为育种家的最重要就是说玫瑰，我们现在市面上刚刚你讲的那个单黄呢，还有这个伊丽莎白这些，多是我们讲的是嫁接的，我们叫嫁接苗。那嫁接苗的话，它有个某一种方式有寿命的，譬如它平均 average 的话是应该到6-7年左右。那这个它就是嫁接的那个 unit， 就是两个嫁接的地方就开始会慢慢退化，因为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品种嘛。所以有时候另外一个这种到了多少年以后，它本身就退化的话，无形中也得更换了，对不对？也无形中也得，不管你有绿手指什么手指的话，还是会这个玫瑰就。当然也有例外就是了，所以我们像我们 Texas 的 AM 就没有在这园艺方面，他们就是没有做这种像比如我们讲的试验田，说哪些品种好。比如让我最失望的就是说，我们最 Houston 唯一的这个公园比较常大家都去的就 Herman Park 嘛。Herman Park 不是它的玫瑰园那一部分呢，给它整个改掉，把它全部挖掉以后，它新种的这个品种是非常少，而且它也没有说是做一个示范，所以就种的像我们刚刚讲的方法，它的种下去还是因为它主要是也是给包出去啊，所以这个 Houston 这个也我认识一些美国人，他们的这个玫瑰协会，他们也非常失望，也直接就给你可以看出来，真正的这些人懂也喜欢的人，他不去问这市政府，他宁可花钱，因为整个这个 Herman Park 的某一部分的那个。是别人整个市人捐出来的，好听说捐了1000多万呢，对不对？所以无形中是，所以就像你去浪费了这几天这个经费就浪费了，这都是哎，全世界乌鸦。这个也许我们朋友们，我们悄悄的说啊，悄悄的在空中说，这个后面有没有暗箱作业啊？没有问题，没有不会，美国不在乎，美国人这就是一个民主，不会怎么样，也不会。我们讲这个政府，这就是我觉得不必怕。美国唯一的好处就是说，不像这个，一个该讲的可以讲出来，对不对？利益团体，反正后面还是有利益团体，不管了，我们不管那些。当敏了，我们最起码在这呢，和于宪于老师，我们自己能够知道如何正确的
啊，种植玫瑰，养护我们的玫瑰花，然后呢，最起码呢，不要让它们死得快，千万在德州不建议，不建议淹死。种的话，就是我们刚讲的，要种在的这个尽量种在土上，就是地上了。然后，但是你就要花钱去买的，就买这些袋装的，或者是你去这个什么 Living Earth Technology 去买这个一车的。当就看你自己的这个需要了，对不对？但最重要我们讲的选择这个地方，很多人是玫瑰一定要有差不多8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日光啊，不能讲我今天种了一个树下啊，这是我种树下一定是也是不会是一两年以后长得越来越糟糕就会死掉了。哎，对不起，于老师，我打个岔，你讲的8个小时的日光，我得要是就是正的这个我们说日正当中大日头在脑袋上面这样子的照下来，但是呢这样子的情形还是说它会因为日光会阳光会动嘛，很可能我这个玫瑰我现在朋友们要种的呢，这属于这个是靠近4-5点钟或者是2-3点以后的啊，这样子要到这我们讲西晒了，这样子的情形合适吗？你从哪里开始呢？对不对？你早上是我们大概呢，上午是4个小时嘛，对不对？那下午也4个小时，那就算嘛，从8点到下午4点钟嘛，对不对？当你说我这个我家里面7点钟就有了，也没有说不可以，对不对？当时只以8个小时左右，你不能说是拿个表在那边看，大概来讲就是以这个可能八小时充分的这个日光是最重要的。这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开花，这开花里面玫瑰就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常常施肥，对不对？因为这个开花里面，你想一个花朵里面有多少细胞，那这细胞的这些元素从哪来，就是靠这个施肥的。这个元素里面啊吸收了以后，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靠这个光合作用。我们讲的是为什么这要8个小时呢？它是因为开一个花要花很多 energy 啊，这我们讲的。所以这两个东西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才知道为什么要8个小时以上，对吧？你看很多植物它不开什么花的话，就不必那么需要那么多的光线，尤其是很多玫瑰又要大又要漂亮的话，那真的是你没有那么多 energy 它怎么会开花呢，对不对？这点大家应该很了解的。是，那么另外的话在这里啊，因为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我们买回来的那一个玫瑰啊，那个玫瑰的话它包在外面，我们把那个塑胶袋，如果不是盆子，我是说那种像 Walmart 的，我知道、我们这还是属于裸根的，那个打开了以后它里面那些不像是，就像于老师讲的，不是土，好像是那个那个纸板，碎纸板这样子，黄黄的，如果我这个包的那里，所以我们在种的时候那个黄黄的像碎纸板屑是一起种下去呢，还是要把它放开？然后它那个根的话我们需不需要修一下呢？如果那个根很长很长，要。所以我们现在讲啊，既然你选了弄了半天，你选到你喜欢的品种，然后就想讲也要这个我们讲的至少三四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经常是粗的，像这么粗，不管它有冒芽或者没冒芽，那不是很重要。然后当然就照你刚刚讲，给它修成一个比较这种克服这种圆形的这种形状的，以后就这个都可以在同时做，或者是以后做。最重要就是打回来一定先把塑胶这个包装给它打开来。然后把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碎木屑啦，或者是那种反正是腐化的这种的物质，有机物质可以给它分开来。然后这个最好就是要泡啊，泡到水里面，要泡一天24小时，这最重要，让他们这个根部可以吸收这个新鲜的这个水分。那同一个时间呢，然后在这个一天之内，你要在种之前呢，当一天你要说我要泡这个。泡个一两天也可以，但最重要，很多人啊，我们这是书上专家们都是鼓励你去买这个我们讲的 super thread， 就是说，我们这也讲了很多次，这是一种 vitamin B 啊 B 的这种complex， 这个是据说这些专家们也有他泡了他一天的时候，
对这个根呢，这个恢复它的这个这个生命力有特别有帮忙。但没有的话也没有说不可以，对不对？像我的说中国人，又是我们都中国人，所以如果省钱的话，你就去买一个家里面中国人很多吃这个维他命的时候，这个维他命 B complex 啊，就是我们讲的维他命 E 啊。这个里面就是他那个 super thread 里面就是这个，因为当年我还见过他这个创始人，然后现在他已经去世了。那他就他们就跟我讲这个，讲了这个他怎么研究这个维他命 B 对这个根部的这个恢复有强烈的这个好的帮忙，所以假如能够这样清一个是最好了。这同一个时间，我们就像你讲的，用这个剪刀去修剪这个这些多余的根啊。我们就讲上面和下面都是一个比较，太多种长了你很远的很长的根，当然就修掉，这很重要。然后你就第一个在同一个时间你要选，很多人是已经我想都是这个种玫瑰的老手了，都是好多年了。你要换的话，你就要把那个要我的话就是。最好的时间一月份，尤其二月时候，就是把它原来这些旧的或者死的这些全部给它挖起来，对不对？然后放好混土，然后就开始种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根啊，也是像两也是堆成一个小的馒头一样，然后把这个根等于是无形中均匀的这个等于是放在这个土这个馒头上面啊，不能这样子挖个洞就塞下去，这个对、okay. 对。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这很多书上也这样写了、对不对？然后你再把这个好土质堆上去啊，然后这个里面我们要混，要我的话，我会混一些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有机质以外，再加一些基肥了，懂不懂？嗯哼，因为你要马上，植物对于这个温感觉这个温度是特别敏感的，你可以马上看，就像我每天走路。我们这个走路这个公园这个 trail 上面都会有一些种这个什么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red bud 啊，这东西马上只要天气现在你看再怎么叫，虽然天气比较暖和，可是 red bud 就不开花，还是不开花的嘛。但是你知道到二月的时候你就看了，它一定就敏感的马上就显出来。那这个玫瑰是比较耐寒的，所以它的这个对于温度的这个学敏感度就是。更厉害，所以你看现在你买的都已经长叶子了嘛。对对，是这样。哇，时间好快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和于宪宇老师的这个第一阶段的节目啊，要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告一段落。然后呢，很快的我们就会带给大家和于老师继续讨论我们的第二阶段。于老师，谢谢，先暂停一下，你喝口水别走开，我们马上开始。 OK， 没问题。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德州中文台。在今天我们和于宪宇老师带给大家的拾花弄草，这也是2023年开年之后第一次和于老师的节目。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前面呢就大伙在这个时候呢都希望今年还是能够花团锦簇啊。每一次我都说呢，我还跟我们家隔壁邻居讲，我说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啊。他们都很开心听到，虽然都是老美听不大懂，但是呢都知道 good colors, good color, beautiful colors, 所以呢他们也很开心。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朋友们就要能够要像于老师所提的，你一定要花点时间，你还要有一些投资，然后呢还得要注意一下，才能够让你自己达到这个目的以外不要太过劳累啊。那么前阶段我们和于老师谈到的是关于这个是大家的大宗。大部分朋友喜爱的就是玫瑰花。那么现在的话，刚才我们和于老师讨论了是什么时候怎么选，然后呢这个玫瑰选回来了以后要怎么种，种的时候特别注意啊，你要它死得快的话你就给它挖个大洞埋下去。我相信于宪宇老师在节目当中过去一而再再而三的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告诉大家，玫瑰你不能够挖个大洞把它埋下去，要种在土上面。好，现在呢我们就继续我们刚才的讨论。于老师，我想请你继续来谈一下，因为谈到啊
这个种在土上面，你也说了在上面的话这个要把它覆盖起来。那我们也问到了朋友们问到了我问到了这个关于在裸根外头包的里面这些黄黄的东西，甚至于在修根。谈到修根的问题，很多朋友们就在担心，我这一修不就把它给修死了吗？它的根长得好好，于老师还说它旁边有看不到的那个细细的是它接收营养的，那我这一剪不就把它给没营养了，把它给剪掉了吗？本来还活的，被我自己一剪不就剪死了？所以这要怎么样子来拿捏呢？没有啊，这就是很简单。这个这些很多人还跟我argue说，哎呀，你这个园艺是说雕虫小技啊，我们的阿米给我帮我做出，有这么简单吗？你看看全美国50个州啊，可能有48个州都有这个园艺系，当然园艺系可能是跟别的这些像 landscaping 啊，其他的也有 combine together， 但是有园艺系。那为什么要开园艺系呢？可能很多人去念园艺的博士啦，或怎么样。都是也这是还是有一些科的，我们讲的应用科学里面还有很多这个方面的知识要去了解，比如很多协会啦，对不对？还有每一个像我们德州的每一个这个县康迪啊，都有这个园艺的这个专家啦。像我虽然住在 Harris County， 但是你们休格兰呢，这个属于这个 Full Band， 我还跑了 Full Band 的这个 agriculture 这个 center 哪里，你们应该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在36号嘛，对不对？对，我也拜会过啊，我也拜访过那边的，他就讲你这个有点神经病，为什么从 Harris County 本身就，因为 Harris County 本身很大，是因为他隔壁有一家很 popular 的这个 nursery， 这算是老的，当他的 owner 的这个。其中呢就是一个女的，她先生是不做这方面的，他们就叫 Caldwell， 很多人都知道，华人都知道，可是她不幸的可能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因癌症啊过世了，已经倒是很可惜的了。但每次经过她，我就会跑到这边来跟这些，因为这些 agent 都很 friendly， 当然不仅说只问园艺方面的问题，还问到别的方面的问题。那你说是这个他们自己承认都在笑，这个粘土这个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怎么办呢？只有整个换土嘛，整个你要不能换，就是这不能换。很多人说我来挖个大洞，就像你挖个洞，因为粘土的这个最不好的这个一个我们讲的性质就是它排水非常不好。那排水不好，就像你挖一个洞一样，就像我们喝一个等于是一个茶杯一样，你这个挖了个洞，然后这个一下雨下多的话，你这个下面全部都是湿的。那根只要差不多2-3天啊，3-4天，当平常的时候，那就会根也呼吸。很多人不了解，挖在地上怎么吸？所以为什么要讲排水好啊？原因就是这个空气还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土壤的颗粒之间，它有，所以这个植物就是可以吸收空气，它就不会我们讲的腐烂掉。那我们讲的这根毛那是另外，所以你就要剪掉，都不要怕，对不对？因为就想说是，如果是你怕的话，那些我们的外科医生他把你开刀，要是看到你是肚子那么好的，都给你这么一刀下去，一样道理，对不对？那植物的话也是要一定要修，因为这个植物你说根长，当然说你说我不修不可以，可以，我没说不可以。你一修的话，它刺反而它刺激它要生长嘛，所以它修根有它修根的好处，对不对 ？OK。但我们要现在讲了，就说我们。现我觉得讲太多太远的话，很多人就可能忘掉，所以这个我们其实每年讲的同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最重要的地方，就现在马上就可以用，对不对？你说是今天可不可以种，都可以，哪一天都可以。冬天因为这个它还是在冬眠的这个状况之下，虽然有些叶子冒出来，这个冒出来没怎么样，如果真的来一个又来一个大寒流，这些我们讲的叶芽全部又冻死，没怎么样。植物本身当时是它上会牺牲到一些 energy， 对不对？还有它的肥料，这我们讲的元素，但还是活的。你知道，我们的玫瑰当每一个品种不一样，但很多玫瑰的品种可以在西伯利亚都可以开花种。那边的温度是零下的这个负的多少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我记得我念书是在中西部念，那我的这个 landlord 他就是拿一些帽去堆上去。还没做其他东西啊，
到了春天的时候它马上也冒出来了，对不对？开花开得很漂亮，因为那边的话就第一个它没有粘土的问题的，所以他们所以美国是全世界这个这个领土算是很大的地方，你可以是在你看东北部啊，我们叫纽英格兰呢，西北部啊，像这个 Washington 呢、啊，这西雅图这些地方，当然这里面最好的地方，当然我们就讲的是加州了，对不对？所以加州就不可以，我们照图可以这样做，但问题是，我们的德州就不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德州与它的其他的，像我们为什么很多华人愿意待到 Houston 呢？就是其他的这种天气的还算不错了，最主要是工作的这个机会特别多的，尤其是像我们讲 Houston 呢，以前是靠石油啊什么东西，其实大家都不了解，我们 Houston 是全世界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医疗中心的，对不对？这个 Medical Center 里面有十几万的这个工作人员，当这里面也在兼清洁工一样，我们华人可能至少可能接近一万呢、啊，至少是。在你们工作，你说说，对，华人住在不仅住在你们休格兰的，现在很多人住在这个阿巴巴那边，这 Brentwood 这边很多了，对不对？佩尔兰这边，对不对？嗯哼。所以我觉得这个分布，但是大概来讲 ，Houston 除了极少的地方以外，大概都是粘土了。是。所以在这里的朋友们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有的时候看 YouTube， 哇，看照片，哇，他们家种的真美的，这个怒放啊，人家就是，是绿手指吗？还是怎么样？那么轻松就这个样子？打电话他们说没有啊，我就这样子啊，就浇水就好了，撒点肥料。你一定看看上它上面它这个地址，我觉得这个 YouTube 有时候啊，让我不是批评，对不对？很多有一个叫老何的吧，还是什么一个，他是在加州的，对不对？那你加州天气不一样，对吧？天时地利完全不同的地方嘛。对，但是这人他就避免讲这些，我就觉得这是我不是在挑剔什么，你这个地方地点不一样的地方，你不能比，就像很多东西，比如说现在你看。加州现在几乎农产品，因为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水，因为加州干旱很多年嘛，对不对？所以我心中你这个这些都要想象的。我们现在Houston 算是很 lucky， 因为对附近几个大湖，它都把这个水全部买下来，所以这另外一个不是说你愿不愿意交水费，我想大家的水费都涨了很多。平常以前我记得我刚刚来 Houston， 水费不到十几块钱。等于是无形中，等于你可以浪费或者怎样。你现在的话都几百块的，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差别，对，所以差别很大，要注意一下。所以我觉得别人种的好，还有我记得最早以前有一个东方人，他后来发现他是韩国的，是在 Oregon 有些地方也不错。你 Oregon 的首府叫 Portland， 他们是这个种玫瑰是也是出了名，因为那边天气特别好。我记得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在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当教授，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哇，他的八月份的时候，我们这边都已经像烤炉一样的天气，到那边的话，就是等于说是这走路这个冷气的这个地方里面，他们那个花每一朵，因为这个温度这个不是超热的话，它如果那个像我们讲 knockout， 它 knockout 像我们手掌这么大。我们这夏天的 knockout 可能是这个小一个比那个一个 quarter 的 size 还大一点点，如此而已。所以这个跟天气跟怎么办呢？当我们的天气还有我们土地，这就是影响，这两个就影响我们的这个植物的这个生长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了解一下，玫瑰就是这个春天是最棒，因为你第一次，尤其他们是。种在这田里面挖起了裸根，你种好以后，它第一个冒出来的，你到那个 nursery 去看，尤其像引荐，它已经装了盆子里面，哎，施过肥，它第一朵花你可以看得多，也还没开之前，你看它多壮，多漂亮，这是我认为这是玫瑰最漂亮的时候了，对不对？是，哎，于老师，刚才我们前阶段不谈到了我这个发音还发错的那个当晃那一个玫瑰，我记得有位听众特别想问一下，那么请于老师稍微分析一下当晃。他说这是一个爬藤的攀爬玫瑰，然后呢，他想知道一下这一个攀爬玫瑰就是当晃，
因为它的颜色是艳红色、大红色，他想知道的是，它这个花朵是它是一年只开一次呢，还是可以有两季的开法？然后有些什么要特别注意的这一款玫瑰？我是不大清楚，于老师在这一方面可不可以分提点一下？单花啊，爬的玫瑰其实很多人了解。你看它这个，你看你去到这 Home Depot 呢，或者这个沃尔玛买的话，都跟普通的这种玫瑰的一样的这种剪枝法。当单花的话啊，是一个我们讲的爬的玫瑰，算是爬玫瑰，因为它是红色的嘛，对不对？当然还有其他白色、黄色的了这些。当然另外有一个很，就是很多人要讲你这个效果怎么样，对不对？这个。你种好以后，你一定要这个爬藤的，你一定要选择也是我们讲的光线的啊。然后你要找这个会爬的地方，对不对？很多人买来爬藤的，还是也没有东西可以让它爬的话，这个单况就出了一个很不好的这种处境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你也知道，种玫瑰的话，都马上十个里面有九个都会去买一个那个。Arch 就是一个这个我们讲的 Garden Gate 这样的东西，要爬上去。对，这东西就说你要这个在我们这个空中就很难解释，就是你要让它有好几个选择，好几个状的，这样让它这样慢慢爬上去。那这个是两边嘛，所以你最好就要种两颗，到四颗是更好的，对不对？就看你这个，你希望它能够爬满，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每年也要修，就比如我们现在春天的时候，现在就可以修了，因为这个天气已经是一月的中旬了嘛。就是说你要把这些死的枝啦，还有这些小的这种没意义的这种枝都给它剪掉。所以我们讲起来，我们的美国一个老先生，他是属于美国这个玫瑰协会，他就讲任何这个东西枝子少于这个像我们讲的手指这么粗的话，都要给它剪掉。所以，但我们的中国人大概很多都舍不得了，所以这个植物就本身就养长得就是不是那么好，那你施肥变成了一个第二个最重要的，很多不想施肥，像当话就是它一批一批的开，但你不能够，我们现在你去买，你看你很多人在照片上啦、书上啦、杂志上啦看的那些都是照下来的那一刻，但是。每一年我们大家讲这什么都不会变，就365天，对不对？但这个花不是每天都会开的，懂吗？但是春天的话它开出来是因为施肥，大家春天尤其天气也不错，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看出来都是在春天这个它一开完以后它休息啊，就是它的 energy 都，所以无形中你要多剪，等到新芽出来的时候它才有花朵在长在新芽上嘛，懂不懂？旧枝上它不可能有，所以要勤修剪，对不对？很多人忘了这一点，那修多少呢？就像你开头的话，我们这一年就是爬藤的话，我们都是叫做小剪，就是说只是把它上面那个开过花的这些地部分给它剪掉，因为这个你也不要育种，这个它上面万一有这个果实的话，这些东西都是会浪费你的 energy 或者你还有你的元素，这些东西我们不等于是浪费东西，我们要马上给它剪掉的。嗯哼，那最重要就是说，种的玫瑰有个致命的，就是有这个病，对不对？这个叫做我们讲黑斑病，尤其 Houston 黑斑病，你光线不好，这个通风不好的话，这个病就来了。一病来的话，这是你如果不喷药的话，是会这个致死他的生命就很容易结束，因为它这个每个叶子上产生这种黑色的斑了以后，整个就变成黑色的话。那就没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叶绿素来制造这个光合作用，所以但是这个有这些致病呢，我们就说以防啊，我们预防胜过这个治疗，懂吗？所以一定要喷药。那这个也至少我们 Houston 因为天气这个马上这春天可能还好一点，那么到了夏天这个天气太热的时候，这个传播这个东西都是病，不是一个虫啊 ，fungus 我们讲的这是真菌，这所以我们要预防。这里面让譬如说另外这些种的距离也要至少3尺啊，植物之间至少3尺。像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garden gate， 你要种这个单花的话，你当种近一点是不是说不可以？是因为你希望有它这个 fact， 因为一颗10块钱嘛，你四颗40块钱，把你这个 garden 这个 gate 这个爬上去的这个时间会缩短很多了，对不对？
我想大家的这个不能等等这个东西，你要等的话，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够整个爬满嘛，对不对？嗯。所以这个我是鼓励，如果是你要真的爬来这个 Garden Gate 上面，你就要多买几颗，对不对？让它种密一点，但是都所以也要喷喷，所以这个喷药也很重要，像当化这些也对这个黑斑病还是有这个很容易得到，所以这个东西你要爬还要喷药的话，你这个我们的 Garden Gate 平常差不多6到7次以上，对不对？那是喷药也要小心，对不对？也得买一个，爬个梯子爬上去喷吧。是，所以我想这些东西要跟你安全，这里我们的听众里面当然有年轻力壮的是没问题，但是有些老头子像我这样或者老太太，那你就万一摔一跤的跌下来，不要笑，这个跌，我每次去看我的家庭医生，你别最近也别跌了，我想没有跌了，你不要笑，你年轻了、啊。你到多谢我这个年龄，多谢于老师。不，真的是如此。我觉得我们这听众里面很多可能很多比我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话，就是因为以前我也跟你一样，我都喜欢笑别人的，对不对？我没有在笑别人呢、哦，我可不敢笑别人呢、哦，我没有在笑别人、啊。笑也没问题啊，哎，笑是你的权利啊，对不对？其实笑是最重要的，笑是最重要。我的个性就比较喜欢。你像谈笑风生，就是要笑笑是对我们来讲的是我们的生命力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对这个很多人不了解，就是这样，因为我看到有我很怕一些东西，就一看好像我欠他很多钱的感觉。其实人生就是要高兴的，这个你是这样才健康的。像我高中同学，每次我到他家去，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看他，就不笑。我说你为什么不笑呢？你又没有欠别人钱，我也不是讨债的，对不对？笑笑，就是，但是跟个性很有关系。嗯，好，我的，那我们就开心一点。来，哎，于老师，下边还要再请教啊。还是玫瑰，我想我们今天大概是玫瑰专题了。没问题。一个听众问的，因为你提到了那个蜡，他问的这个蜡要怎么拿掉？也这个等他自己画会不会他认为这个蜡会包住，就是这个玫瑰，这个玫瑰枝杆呼吸的功能会把它给闷死，闷到里边不能够呼吸了，所以要拿掉，要怎么拿，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位听众呢，就是问的是说，去年的或者还有更久以前这个盆子里边的土啊，他说因为上我们如果要换土，因为于老师说你这个外面那个毛毛那个发根像头发一样，那个毛毛细细根把它清掉，他说那他那个旧土怎么办呢？和可以继续用吗？还是换掉？如果要换掉的话，这些土可不可以就直接倒在他的花圃里边啊，或者某一棵树某几棵花的下头？如果说可以继续用的话，那要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准备或者是处理？所以这两个问题我想请，那接下来就请于老师来谈一下。我们现在讲蜡啊，我就讲我们如果是大家喜欢吃苹果的，我想90%几的人都会吃苹果，对不对？那苹果的每一个苹果上一定是打蜡的，对不对？但很多人说这个蜡你吃不吃嘞，对不对？要怎么去蜡呢？我想如果你有种就是你把皮削掉嘛，对不对？可以吃，当中我们玫瑰不能去削皮的，但是这种蜡是一种非常薄的一种蜡啊，这个对于这个本身这个已经喷上去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会妨碍它的生长什么的。但问题是马上你也知道最主要的这个裸根的这些或者是盆子里是玫瑰的话，你新的冒出来芽上面它一定是不会打蜡了，对不对？因为除非你打蜡，所以没有什么，根本就不要管它嘛，很自然的事情，更不要管，都整天在吃。所以我就讲一个很难听的话，就变成吃饱饭没事干的人就去想这种东西。不要当庸人，庸人不要当庸人就对了。没有没有，因为你看每一年这个罗根玫瑰真的是，你想看全美国有2000多家沃尔玛了，有也差不多有1000多快2000的这个 Home Depot 还有 Lowe's 还有 Costco 还有 Sam Club。而且你看看，就用这个数学的话，每一个地方至少有2-300棵玫瑰，那你说这个 volume 啊，这个数量有多大？
对不对？你怎么去想的，对不对？最主要他是怕这个，最重要的我们讲的是食水，就像我们那个是口渴，在沙漠里，我最不要人类在沙漠里呢，不像骆驼的，你那个不喝水的话，就整个就会对你的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的，对不对？那同样的对植物也是如此。所以它这个因为从包装到放到这个沃尔玛的这个或者是Costco 这些地方多用几个月的，如果它没有这个用这个蜡来保护的话，这个水分真实的话，对这个玫瑰的寿命就减少很多很多了，懂不懂？就是我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普通的这种保护的方法，但不会影响，因为你现在冒出来这新芽都没有伤蜡的嘛，对不对？嗯哼，我想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掉了，就可以解决了。那第二个话，对不对？我们这些有机质，所以我们讲了开头以为我刚刚来 Houston 开头讲，哎，这个粘土要怎么去这个我们讲说是改善你这个土壤的粘土怎么改善，大概都讲，哎呀，我们加点沙嘛，对不对？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沙跟粘土混在一起就变成了壤土嘛。是这么讲，后来我发现我看了很多文章都是讲说加有机质，就是有些我们讲的这个最便宜，因为这个你这个土后院每个家的后院都不会很小嘛，对不对？你要改良这些东西的话，都是花在经济上也花不少钱嘛。所以这个我们平常来讲就是去买一些最便宜的，但是也要腐化掉，不要去买那种我们讲的全新鲜的，最好就是千万不要去买了我们讲的这个染色的这个木燃料这个我们讲的木屑啊，就是这个就dye的帽子，黑色黄这个 natural 的或者这样，还有红色的都不要买。很多人讲这个很多这个专门是如果懂得一些原因的话，不会种这不用这种东西。第一个，你不觉得一个帽旗是红色，你看起来就很难过，但是很多人喜欢，就是这个尤其是马上新年，就是农历新年到的话，这个红色的是特别特别配这个我们就讲佳节，对不对？其实这些木头为什么唯一的这个原因是为什么不好的，不是说我们讲的这个颜色的问题，颜色当然你就可以看出来，一个自然是最重要，对不对？譬如说是当我们讲的化妆也是很重要的，不能是你化就很多年轻的美国这种，以前我刚刚来美国的话，他们这个头发是染成蓝色的，对不对？紫色的，你看看，那你看起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那同样你这个木靴是什么的红色，不是也觉得很奇怪吗？所以我个人来讲的，这买这种最简单，像比如说我买就是去，现在当价钱都很贵的，就是这个有一个叫 Scott 啊，这个一袋这个他们讲 top soil， 其实里面根本一点土都没有。soil 这个字眼我们一定要了解，就是我们这个土我们现在拿一个铲子到外面去挖了，这个是属于这个我们讲的是土壤。那这些冒起这些东西就不属于这个我们讲的添加物，不属于这个真正的是这个我们讲的 soil， 但是它卖出来你打用刀子一花里面没有，我根本找不到一丝的1%的这个土。所以但是这个东西呢，可以跟你的这个跟你我们的这个原来这个家里这个土壤可以混在一起的话，就是变成很好的这个很早的这个真正适于种植物的这种土，对不对？所以要改善改善的，像你刚刚讲这个拿出来这些旧的这多多，除非里面有虫特别的这种什么，或者是有什么菌类，不然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等于是这个废物利用一样的，对不对？何必丢掉呢，对不对？所以就可以直接的再倒回就花圃里面，倒回对，我讲这个千万不要，因为一袋你也知道现在最便宜一袋要2块多钱了，对不对？都是钱很俗气的。但是我是个人讲可以放着变成帽子，或者是我是拿来这个，其实这就是我的这个蔬菜的这个用的土都是这样来的，懂不懂？因为这里面对，因为很多人你说是去买好土，尤其到后面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living earth technology， 你看里面都没有真正土，根本没有土，没有。因为这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很简单，如果是一个他们这些都是运来的，你看他一个大的这个我们讲的 18 灰的，但是他如果全部是土的话，这个他根本就上不了高速公路或者哪里，因为那个东西是重死了，把车这个路面，他把路面都给压坏的。是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用。OK， 好的，好。那么今天的话，朋友们，我们和于宪宇老师带给大家2023年的第一次的
拾花弄草的节目，我们在今天这是第二阶段的播出，要在这里告一段落了。欲罢不能，我们还有一些问题，还有不少的重要的讯息，我们将会在下个星期的节目里边，我们继续和于宪于老师讨论。今天在这呢，先谢谢于老师，也跟于老师再度拜个早年。下一回我们虽然不算拜晚年，还是继续拜下去，拜年。于老师，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身体健康。Okay. 我们下次再聊，谢谢您，谢谢。Okay. 好，拜拜，拜拜。